这是什么？一张纸。钱能放上吗？放不上。这是什么？还是一张纸。钱能放上吗？能。什么道理？纸经过折叠之后，受力面积增加，所以承重能力变强了。不对，没经历过点挫折，挫折，给你钱你都拿不稳。这是什么？三角柱。能放住吗？不能。这是什么？圆柱。能放住吗？能。什么道理？圆柱的受力面积更大，所以它就更稳定。不对，对，在社会上混，要圆而不滑，棱而不角，不然你会挣不着钱的。这是什么？鸡蛋。能转起来吗？转不起来。这是什么？还是鸡蛋。能转起来吗？转起来了。他俩有什么区别？他俩这个，这生的。哎，这熟的，转起来是熟的。什么道理？不知道啊。做事情要学会成熟稳定，不能毫无头绪的去做，这样你在这个社会上才能玩得转。这是什么？一块钱。能看见吗？能。这回呢？看不见了。什么道理？水的折射。不对，做人做事要谦卑，不要把自己装得太满，不然连钱的影子你都看不到。